深的小红包。这样跟下午茶呢，就是你。从小就有这样的称号，大家都觉得我吃的特别多。学校里的盒饭嘛，一个盘子，我就会跟着那些男生，就是一起去添饭。什么味道？我两个人吃自助餐嘛，我一直在拿。这边一说，那边一说，两个人都就是盯着我看。然后我只要站起来去拿东西，然后就在嘴巴里咕噜咕噜说，哎呦，又去拿东西，小姑娘又吃那么子了，哎呦，你又不好吃那么子了，我就觉得很尴尬。我以前在日本念书的嘛，他那边自助餐也非常多。